我替团长喝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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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根儿，刘根儿，我要刘根儿。这次收获挺大，这小日本啊，也就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是啊，这一仗打得真漂亮，辛苦了老周。这一仗打得很痛快。团长，政委。哎，我这，你看，这不是那个救委师？是啊，你不是在旅部吗？咋到这儿来了？报告团长，我奉命啊去师部协助对日宣传和处理日服工作。
马上就要启程了，来跟您和政委告个辞。好，回去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早点放下武器，回家娶老婆抱儿子。是。你这一去啊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有机会可得回来看看啊。是。你等一下，小伙子，到，你把那枪给我。是。这把枪本来就是你的，我是真喜欢，我这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这你要走了，我把它还给你。团长，您收下吧，就算我给您留个纪念。你真不要了？不用，那你别后悔啊。不后悔。那好，那你多保重。是。我是真喜欢这把枪。哟呵，这把小枪很精致吧？来，我看看。你看啥看？我看看你别看。真是你，我的。老郑，回来了。哎呦，甜水啊！哎呀，还是有老婆好啊。好什么好？好就是好。来，坐这儿。坐好了。来给你捶捶。舒服。老周啊，你说咱卫生队的那个肖平哈，人长得模样又好，又有文化，心眼也好，干女儿，哪个男的找他，哪个男的享福。你捣鼓啥呢你？真的，俺要是个男的，这么好的姑娘死心塌地的对俺，那俺二话不说马上把她给娶了。别的事儿少管少管。哎，我给你看样好东西，你看看这个啊，日本人造的枪。你说这个小日本啊，他琢磨个杀人的物件也这么精细，喜不喜欢？喜欢我送给你。俺不要，俺才不稀罕。不喜欢拉倒，我舍不得给你呢。老周，跟你说正经的，在团里边给肖平姑娘找找，看能不能找个对象。我说你有完没完了你？你操那心干啥你？哎，这怎么是操心呢？那真的，那姑娘真不错。你老娘们家家，你有点正事儿没有？朱团长，请你等等。想问你一句话，我这个人吧，我是个粗人，我没心没肺的，你犯不上跟我生气。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麻烦你。哎，小李，政委，肖平同志呢？哦，他说他出去走走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政委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就是还有点虚。哦，这是缴获过来的一点战利品，你转交给他，让他好好保养身体。是。啊，哎，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？没有，他就说随便走走。啊，你忙吧啊。政委再见。再见。
我是个军人，军人就要说话算话。我恨你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愚蠢，多糊涂？我知道，我愚蠢，我糊涂。小兵，我周汉这辈子没欠过别人，但是现在我知道，我这一辈子我欠你的，以后不管你让我做啥，只要不叛党不卖国，我喝出这条命来我也愿意。你什么都不欠我的。这把枪是我最喜欢的，送给你。真的很勤快，真是小家弄的啊！是啊，兄弟们，真好。有革命啊，真不一样啊！不是咋回事？你们咋都到我家来了？来来来来来，别客气啊，同志们，放心放心啊！我客气啥？是我家，我有啥客气？谁让你们来了？打扫战场，打扫战场，不行，不行，怎么的？不行啊！坐下坐下，吃饭吃饭。来来，小平。行行，别抱了，来来来，哎，你看这个土豆，别抱了，他抱了，叫你抱，救命！哎，这边这个发青的，那就不行啊。是啊，马上你就来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好好。这是，这是葱比这个葱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喝点酒，能不能喝点？喝不喝？来，喝吧，来，高兴啊，你喝。嫂子，你这身子可别走弯着腰。还是我来吧。哦，好，你来，你饭哈，点快，哎，好。你可不知道，这烙饼啊，最讲究的是火候了，慢了死心，快了夹实，这不慢不快才香嘞。嫂子，还真屋歇着吧。傻妹子，你可不懂，在俺们山东老家呀，你越是怀上孩子，就越讲究的不能歇着，你要是歇着，把肚子里的孩子惯坏了，他到时候不出来，那可就遭老罪了。还这讲究呢，我可是第一次听说。哎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俺们农村人啊，和你们城里人讲究的不一样。你们讲究的是歇着，越歇了越舒坦。俺们讲究了就得忙，这越忙啊，才能过好日子来。看你这么受累，周团长啊，可不得心疼死了。他心疼，他心疼谁呀、啊？他就知道心疼那几把枪，哪有功夫心疼我？那怎么行啊？那你可得说说他。说他，就他那脾气，你还没说呢，他就跟你撂蹶子了。
来来来，好好好好啊，坐坐，我也开个戒。哎呀，这真好，真好。哎呀，老周啊，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啥日子？团长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真的假的？这小鱼同志把我们找过来，你不觉得奇怪？我是觉得奇怪，你们都来了，我有啥办法？真是啥办法？他这一天就稀里糊涂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你生日。我生日？对啊，你生日。我咋不知道？谁给我定的？什么谁定的？生日就是生日嘛，还谁跟你定的？生日生日就是你出生那日子。我知道，你们就是嘴馋了，骗我老婆给你们做的好吃的。这个人，你说这是什么话来着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家小鱼同志可是有心啊，问我好几次了啊，你那个入党申请书那个表上写着呢。我还是让魏干事啊，是不是我让你到吕布那个档案室里找来的？对对对，是。你看，我告诉你，那玩意儿根本就不作数了。哎，当时非让我填，我说我不知道咋填呢，他们说不填也得填。后来还油娃子帮我随便写了一个，我都不知道啥日子。你就会答，行，多吃点啊。好，来，扣子呢？扣子上崔十八啊，行，那怎么行？那嫂子，你帮他去叫一下，好吧？好好，咱以后叫小张就行了啊。哎，好，张平，来来来，快点，张平同志，哎呀，别忙活，过来，来，坐下来吃两口吧，别烫着啊。来，坐下，你忙了半天了，怪累的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来，尝尝这个饼，还有菜呢，凉了不好吃了，好吃啊，来，小肖同志，端起来，来，咱们一起喝一口啊！来，咱们祝老周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还头一次过生日，是。哎呀，老周啊，你看小鱼这个状况，好像是马上就要生了啊！马上快了，你可就要当爹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。说老黄，你这啥话？肯定是个男孩。那说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肯定呢？你我咋不肯定？我是他爹，我下的种我还不知道呢。你说爹不是肯定的啊？这个人，你说他主观不主观啊？你以为这打仗呢？啊，占山头，你想占哪个就占哪个。那是。我跟你说啊，结婚生孩子，生男生女这事儿你说了不算。对。哎，我说了算。你说不能算。这个人多主观，你说，张明同志，他是不是犯主观错误？啊？太主观了你！我肯定是个儿子，这个儿子长大了以后，我接着让他上战场打鬼子。还是打仗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呀、打仗我佩服你，但这生活上你是一塌糊涂。我告诉你，你得跟小鱼同志学啊！你看这家伙啊！政委，你不用送我了，我马上就到了。都送到这儿了，我还是把你送回去吧。小姚同志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呢？我不是给过你答复了吗？我要的不是那种答复，我是让你答应我。你看看人家老周，儿子都快生出来了。小姚同志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吗？你说嘛，啊？你要我做什么，你才能答应我呢？小姚同志，只要你同意嫁给我，我保证始终如一的对待你，关心你，爱护你，我保证。除非。你送我一把勃朗宁手枪，小小的那种。老周，哎，哪儿呢？老周，有件事我跟你商量了。啥了？你说，你拉拉扯扯的。那个什么，就是你天天拿着玩那个。就勃朗宁那个小手枪，还在吗？干啥？
不是，你看你拿那玩意儿也不协调，你个大团长，你说打起仗来用不上，天天别那玩意儿，你说跟玩具似的，你得把它给我吧，啊，不给。哎，不是，我你拿的你带的那也不协调是吧？你把它送给我。你别跟我说别的可以，这枪不行。哎，不，哎，这样了，咱慢慢商量，别着急，哎，别着急，哎，借两就玩了，那也不行，就借，我借，哎，就这么，就这么。哎，老周，你看，这个人你是个小气，你说。以上就是二营的情况。王主任，说说三营吧。好，三营的情况要比二营好一些，但也有一个干部缺员的问题。我先说说七连。七连是上个月刚换的连长，是从直属队调过去的。啊，我知道，小柱子，机枪连的副连长。他是个很能干的同志，就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马小柱同志是七连两个月之内牺牲的第二位连长。马小柱同志牺牲之后，七连的军事工作一直是副连长郝永年同志在抓。三营的意见是想让郝永年同志顶上来担任七连的连长。哎，我看这个意见行，这副的顶正的顺理成章，这有一个这个工作的连续性，是不是？政委，你的意见？我看这个问题还要慎重考虑。那还有啥可考虑的？现在干部这么紧缺，那个谁，那个马连宝，那排长都提升连长了，郝永年从副连提升到正连，那不正好吗？有啥考虑？这不是级别问题，而是要看他在政治上成熟不成熟的问题。马连宝同志虽然是排长，而且这个职务只当了半年，但是他在政治上是成熟的，是经受住考验的。可七连这个副连长的情况跟他不太一样。那你说说吧，咋不一样？七连这个副连长是俘虏过来的，打仗上嘛确实有一套，但在其他方面还有待于考察。你别动不动就考察，是我抓过来的，他到咱们这儿现在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了吧，对不对？负过多次伤了，每次打那冲在前面，还有啥可考察的？我说不行不是随便说说，我是有根据的。你啥根据？我看你就诚心跟我过不去。不就是郝永年经常跟我汇报工作吗？跟我汇报工作你就给我找别扭是不是？周安同志，我们这是在开会，请不要净讲那些个人义气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个人义气？我看你才个人义气。今天的会就到这吧，我要跟团长交流一下思想。是，谁也别动，都坐下。黄志忠，咱们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啊，工作归工作，你不要把个人的矛盾带到工作中来。周安同志，你我可都是这个团的主要领导，看来我们之间确实产生一定的误会，还是我们俩单独交流好，不要把这种误会扩大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那你说吧。你说我不提升郝永年同志是为了跟你赌气啊？我严肃地告诉你，郝永年同志在打仗上确实有一套，他确实很勇敢，这是他的优点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既然有这么多优点，你为啥不同意？可是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你知道吗？他往家里烧大洋，你知道吗？烧大洋？这是啥时候的事？去年年底，他往家里烧了五块大洋，是七连一排排长向我反映的，而且这五块大洋是他私自扣下的战利品。王八蛋，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。还有呢？还有啥？他对我军的战略战术，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存在抵触情绪。上个月在西庄休整的时候，他就对那些俘虏过来的同乡发牢骚，说我们这个仗打得没有名堂，像老鼠似的在山沟里窜来窜去的。他娘的，他原来跟我汇报思想都在蒙我的，这样的人副连长都应该把他撤了，现在就撤了他。你先别着急啊，让我慢慢跟你分析。分析啥？有啥可分析的？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游击战、持久战，他跟我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不行，马上我就撤了他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他的这些言行，包括往家里烧银元啊，背地里发牢骚，只能说明一点，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欠缺的地方，对他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同志缺乏细致的了解。所以一旦要发现他们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不能简单粗暴的处理，这样只会把他们推向另一面。我看这个职务暂时不动为好，你现在想把他提升为正连或者降他的职，
都是不妥当的。嗯，是，当然不妥。哎呀，老黄，你早点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咱俩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了。哎呀，有些问题是不易扩散的，尤其是具体人的问题，扩散了影响面太大。嗯，可能会影响一个同志以后所要走的革命道路啊。郝永年同志身上的问题，主要是旧军队对他的影响，在他身上没有彻底的根除，不要紧。我们帮他清除掉，他不就是一位好同志吗？那对那对，老黄，你呀，这件事你考虑的周到，我佩服你。啊，这个我今天周汉做的不对啊，我跟你道歉。哎呀，道歉？不用不用。我们都是为了革命工作，难免有认识上不统一的时候啊。那是。哎，老黄，啊，我得跟你谈一谈。你坐下，坐下，坐。今天我也给你这个做一做思想教育啊。哎呦嘿，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萧平啊，这事你做的不对了。人家既然看不上你，就别死乞白咧的缠着人家。哎，你坐下坐下。哎，不是，我追求萧平同志，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我向组织上汇报了，组织上也同意了。可人家萧平不同意。是，萧平同志暂时还没有同意。我尊重萧平同志的意见，我会继续等他。我也相信，就是没有你那把枪作为礼物，萧平同志也早晚会同意与我结为革命伴侣。革命伴侣，你别说那么好听了，你不是想骗个老婆给你生崽儿吗？革命伴侣呢？周汉，这把话说那么难听的你，本来就是嘛。你不理解我，我尊重女性，不像你，不尊重女性情感的选择。哎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咋不尊重女性了？你心里清楚，你跟小一同志结婚，你征求人家意见了吗？啊？不，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啊！你跟李政委给我操办的，没错，婚事是我给你办的。我把你婚事办得这么热闹，是为了减少小鱼同志在内心里的委屈，知道吗？啊，人家是来参加革命的，一来你就给人选择当了老婆，他怎么想？你问人家了吗？他怎么想？我哪知道啊？周汉同志啊，你是一个团的团长，遇到问题不能简单粗暴。啊，打仗上你确实有一套，但是在其他方面你还有待于提高啊。我遇到事情啊，要仔细的琢磨琢磨，要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啊，明白吗？你好好想想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走了。谁像你那么多花花肠子？云华，哎，这儿子生出来没有？你这么大声嚷嚷！我儿子生出来没有？你小声点行不行啊？哎呦，我回去看看去。你干啥？你这是？生了咋那么容易啊？说生就生了？那是，咋还没生出来啊？我看看去。不能看，就站着。哎呀，哎，老于啊！你说点小声点，我小声，我小声，这还不小声呢？哎，我儿子生了，我儿子生了，快点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儿子终于生出来了。长得真好看。
的外表，我们叫做难堪的孩子。我儿子咋样？行了，你快去看看你女儿吧。我啥？女儿？啊？你没搞错了吧？咋是个女儿呢？哎呀，你快进去看看吧。甭看，丫头片子啥好看的？说吧，俺都憋死了，你让俺说吧。你慢慢说啊，我听着呢。俺在山东老家的时候，俺也是个模范，也是个先进。俺到部队上来是参加革命的，还不是给他老周家来传宗接代的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什么时候孩子，什么时候男孩子都怪我吧。女儿怎么了？啊，你看都回来看都不看一眼，都不喜欢女儿，不喜欢女儿别找老婆。老汉，你可不喜欢人家。真的哭坏了。任何问题都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。周汉想有个儿子，也是为了抗战嘛。有了儿子，他心里踏实，上前线打仗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反正已经把根留下了嘛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的不对，你可以提吗？你怎么跟周团长一样，什么留根不留根的？你们男人是根，我们女人就不是根啊？我没这么说。你们说起革命大道理都是一套一套的，可是碰见心里的封建疙瘩就过不去了。这个都是大男子主义。小明同志，你要这样说我可是太冤枉了。我是想，对不起啊，我是想，一旦我爱的那个人要是同意与我结成革命伴侣，我会始终如一的对待他，不管他给我生不生孩子，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生，我对待他也会是一样。我不信。小明同志，我真这么想的，我没跟你说大话。我是想，两人有个共同革命理想的人结成革命伴侣，他们在人格上应该是相互平等的，在感情上应该是相互信任的，在革命理想方面应该是相互促进的，这三点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生不生孩子或生什么样的孩子，那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啊，与封建主义的传宗接代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真的。我可以向你发誓，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发誓。
嘣嘣嘣嘣，叫爸爸。爸爸。哎，再叫一声。爸爸。哎，我说，这会叫爸爸了。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叫一个。爸爸。你要早带他玩，他早就会叫了。再叫一声爸。爸爸。哎，我说他尿了，哎，早该尿你一身。你别折腾了，赶紧再尿了，快点。换个尿垫子就行了，来。那边。哎，我说你先弄孩子了，你先别折腾了，你折腾啥了你？哎呀，你什么都干不了，过来。你看这把衣服都给我尿湿了，去。黄政委和萧平要结婚。咱们总得送点礼啊，找了半天一个能拿出手的礼都没有。谁让你送礼的？他们的事你别掺和，不送。哎，你这人咋这样了你？咱们结婚的时候人家黄政委亲自操办，现在他结婚了咱什么都不管。我说不送就不送。哎呀，你咋么这样呢你？你这心里边装的是什么狼心狗肺啊？一点良心都没有。你说谁没良心？说你，你就是没良心。你再说去。你就是没良心吧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不能送。董汉，你有种的你别回来！你，我们更劝不住他了。哎，嫂子，快点吧，嫂子。哎呀，快！啊，嫂子，快点！哎，你还得干了，走了。干了，嫂子来了，结婚，在这喝那么多干啥？走，回家啊！嫂子，你来干啥？你别管，回家吧。哎，这是你老婆。俺不管你，谁管你？走，回家，回家。我们在这喝酒，你老娘们掺和啥？回去。走吧。你说你哪像个共产党的团长？你就像个山大王。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叫山大王？我说你。老娘们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走开，说这是谁？走开，走开，咋个天哪？都影响。